振东自从脸受伤后，好像就一直陷在低潮之中。日前更是无预警在 IG 限动吐露心声，说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还祝这个产业安好，让粉丝都超级担心。而日前他也向跟拍他的媒体大吐苦水，表示自己因为艺人的身份都交不到女友，希望记者帮他公开真友。没想到今天他就突然po出自己跟西下跪求婚的照片，速度快到大家都吓了好大一跳，结果只是一场误会。该名女子是他国小同学的老婆，柯震东还在 IG 晒出他们的婚纱照，写下现在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感觉，谢谢你兄弟，似乎这是一场最棒的婚礼。其实柯震东在和萧亚轩、李玉芬分手后，感情就一直没有明确的着落，直到最近才又跟青青传出绯闻，不过双方都否认交往，凯凯目前还是个黄金单身汉来着。Bye.